看着年轻人是吧？但是给这个女的不知道点到啥时候。不还有一个人吗？还有玩手机的。对面不是看见一个叫金手指的吗？金剪刀吧。哦，金剪刀吗？对，就那家看起来还。看起来还不还行哎。我觉得小天工作室的。像我在这儿算。还干嘛？你们俩。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会好一点。三张比拼吗？看这个谁的剪的好是吧？就在这儿吧，就在这儿吧，年轻。那个连灯都没有开。那咱俩就在这儿吧。快点。剪头发，啊！来，剪发两个。你先，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回来了，头发也剪了，也吃饱喝足了。看，咱们中间没车停吧？小仙儿，哎，你果然在驾驶座上。小仙儿。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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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下。哎呀呀呀！看我小仙激动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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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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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！趴脖子上。啊，回来了，睡了一觉。啊，外面好吵，都是那跳广场舞的声音。然后刚玉龙他们敲窗户，叫出去吃烧烤。Go go go！ 玩手机玩睡着了。当地玩头发感觉头有点凉了，不戴帽子。阿挺叫了吗？啊？阿挺胡哥呢？胡哥是他不去的。阿挺怎么不去吗？年纪大了，不适合夜生活。好了，我们来吃晚上来吃宵夜，24小时营业的老食品烧烤，烤豆腐。喝啥？哎呀，这有一个啥？珠江纯生。芒果汁。妈耶！芒果汁啊！芒果汁。三角汁。雪碧的雪碧。你们这搞的，那就可乐吧。这风岛啊，这东西。你搅过没搅？好久没有。有活跳虾要吃吗？啥？活跳醉虾。吃吗？吃吗？你们吃就吃，反正我是不挑。你想吃就点吧，吃靠前吗？下面吃那个。好多吃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烤鸭。烤鸭。你可以烤两片尝尝，很甜的。没有，今天我吃米线的时候，对看到有放这个。对。豌豆尖也可以，豌豆苗也可以烤吗？是吧？可以啊。那你给我烤两个。点。你要吃甜肠吗，六哥？我不吃烧烤，吃软的。我吃的炒饭。这里还有这种小虾，活的，一会儿来个醉虾。啊，老板，他们。看，我们喝可乐，还龙哥自己喝这个，这是给你的。痛风我能喝吗？你痛风喝的少吗？人在，现在全在那儿。看我们的醉虾上来了，活蹦乱跳的。来一个，一口一个灵魂，一口一个灵魂，感谢。你说的我都难吃。你要怎么祸害吗？好了，这个应该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就可以了吗？对啊，他已经灵魂不在了，不跳了。一个灵魂啊，一个灵魂，灵魂不在了。你要把他醉死。现在已经醉死，他的灵魂飘起来了，还在跳。现在已经去了半个灵魂了。那个盖着盖着，一会儿啪啪跳出来溅一身。先去魂，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奏。
厉害！哎呀，尝一尝。看这个大串，这是啥点的？牛肉。鲜肉炒饭。还有这里尝尝。牛肉。吃。哇。吃这个。上面是一块肥肉。这个肉啊。小块的，对啊。然后切下来。就那个蘸蘸这个是吧？对啊，这个是蘸这个的。啊，蘸这个的吗？对啊。就吃，这是臭豆腐还是？不是，不是，是豆腐，鲜豆腐。嗯。哦，好好，好烫，好烫。都冒气了。星期吃不了这豆腐，就是你。星期吃不了这豆腐，就是讲的就是这个豆腐，好吃吧？你总吃长条的好吃吗？但我觉得长条的好吃。我再吃个长条的，但是干辣椒好吃。因为我刚才吃的是那个泡泡的。因为这个豆腐里面没有什么。我觉得蘸这个辣椒更好吃吧。干辣椒好吃吗？蘸的就是麻辣的。感觉蘸到这个也挺好吃。爆浆小豆腐。嗯。这个不如那个小的好吃。这个就是豆腐。来吧。这个猪皮啊，早死完死都要死。黑枣饭，行了，我都不能吃。猪皮，猪脚不能吃吗？嗯，猪皮，这猪皮，黑枣饭。我靠，还接在饭里，还撒了，浪费了，浪费啊！有股咀嚼的那个味道啊。这个还是比较好入口的。阿挺来一个。42度嘛，应该好入口。我昨天吃那个药了。你说吃醉虾不来个小酒，你说还吃什么醉虾呀？能醉吗？有肉没了酒。来，我们先尝一个没有灵魂的。嗯，不错。我觉得这个牛肉再点这个干辣椒。这个行，这个有点就是干。就是要吃干的。是吗？嗯。这个个大点的，味儿还挺好。个小的吃不出味道，那味儿还挺好。哟，这个大。一口一个灵魂。嗯，可以的。不是，比我们在成都吃的那个好吃。我不信教，一口三个灵魂。看，一切三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吃完，打道回府，回家剪视频工作了。入所今天结账，周杰请客，挣到钱了，去北京挣到钱了，我还说我来开，抢着付，你和我付有什么区别吗？反正你的钱也要上交给我是吧？你哪就不去了？啊？要去哪里吗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买点蛋糕、面包回去？那不是快过期了？我靠，那算了，本来想买点，你这话一说的。还有这个电池，咋了？鼓起来了？这啥电池啊？鼓包了。你拿个针扎一下，放点气儿。我天，这空气就爆炸了。我说那板大爷，再买个360。嗯。狗酒不好用、啊，对，我死机一会儿，死机一会儿坏的。里面还有人呢，我呢。哎，这个下车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好，这有个空车。大剧院的小剧场。大剧院。大剧院，红火影剧院那边。啊，是不是红火影剧院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那里，武大中心的那个地方了吗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一小姐急不急都得，急不急都行。啊？不用急都可以。啊，不用急都可以是吧？啊，晚上哪个还来查你哦？现在是怕那些交警。那就行，习惯了。啊，习惯倒是个好事情，主要是老喊着让挤。对。
先给你们溜溜吧，好不好？小卡兹，你一直在前面等着呢。走的时候他在那个位置。小卡兹，来。哎呀，一到回来全遛狗。你正好尿了一块砖啊。这么大块儿。你尿很方正吗？你都练出技术含量了。就尿一块砖。来来来来，别激动别激动，再抱一会儿再抱一会儿再抱一会儿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淡定一会儿，心跳过快了。来来来，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，靠边靠边靠边。我靠，这不是过来找车位的吧？这车还行。